什么衣服啊？我只看到你裹了一条棉被、啊。懂什么呀？我这衣服多好看，后面不能露。什么东西啊？哦呦！哎，哦呦！干嘛呀？这被人看见了多不好。什么啊？你这样挺好的，你拿掉，拿掉。我不拿。哎，你是什么时代的人呐、啊？露点背怎么了？你围着这个，大家都会看我们，觉得你很奇怪，我们行踪就败露了。我穿越回来的行吗？我不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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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拿。你拿掉。你干嘛呀？我不拿。你拿掉，你还想不想做什么？哎呀，我不拿了，我不拿。你拿掉，拿掉，别吵。苏州，为了千分之三的股份，看好了，不要了，别吵。看得这么入神的，要不要跟你男朋友去打个招呼啊？童总，今天我是您的女伴。知道就好。童总。好。哟，那什么火？流火。哼，你也是个男人，知道什么叫戴绿帽子的滋味吗？这点何雨琦做的比你好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良禽择木而栖。这顶绿帽子你戴定了。是吧，雨琦？走。刘火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别忘了，咱们是来找安哲尔的，不是找童总的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他后悔。好了，走。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今天真的特别高兴。看见那么多的老朋友、新朋友盛装的来参加我这个酒会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荣幸，可以为大家筑起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。我准备了一些我喜欢的红酒小点心，希望大家一面喝一面吃。啊，还有我有一位老朋友，相信大家都认识的童建国先生和他的女伴何雨琦小姐，他们会为大家共舞一曲。现在鼓掌有请童先生、何小姐，谢谢，谢谢。帽子，你戴定。
别找事儿啊！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不舒服，不痛快，但是你得忍住，忍住。哎，罗红，你干嘛呀？今天晚上是跟我回去，还是我报警？你选择。你给我过来！你拉我干什么？你给我过来！你拉我干嘛？哎，就算你跟那个佟建国不共戴天，你也不能见他一次打一次吧？你忘了，咱们俩来干什么的？来干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……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你不能看到他跟何以琪在一起，重要的是你更不能看到他们那么亲密，对吧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就把何以琪抢回来啊！我为什么要把他抢回来啊？我就是要揍他！哎，刘华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我偏要说，女朋友跟别人好了，你非要杀了全世界才甘心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呀？像我要等待那一天，听你说我愿意，让思念的两颗心都不为有。大家都到齐了吧？到齐了。很好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毛丫丫，是你们的新任主管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接手世纪小区物业管理工作，加油！加油！火，你还好吗？我很想见你。哟，你就是我哥新任的小琴儿吧？我哥的眼光真的是越来越差了。毛丫丫。刘火，啊，你可真够神通广大的，找我找到这儿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本姑娘不跟你玩了，玩也玩不出名堂。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联系了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、骚扰我，好吗？谁骚扰你啊？你搞清楚，我住这，我是这里的业主。业主？啊。你？对啊。我真是够倒霉的，我怎么越不想看见什么，我就越看见什么呀？我怎么在哪都躲不掉你啊？你躲我干什么？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。遇到你最好了，走吧，跟我走一趟。去哪？我不去，我要上班。上什么班呢？我是业主，听我的。到了，进去吧。你不都已经决定了吗？我没有想着跟毛丫丫分手，是你逼我跟她分手的。是你说她哥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，她家里人瞧不起你的。是。
可是如果没有喝醉酒，跟你发生了不该发生的，也不可能造成现在这样的混乱。向辉，你跟我在一起有什么不好的？有我哥可以帮你，你可以少奋斗20年。我也不想伤害丫丫的，可是你们有谁知道我的痛苦啊？向辉，你为什么喜欢丫丫，你不喜欢我？明明是我先向你告的白。我跟丫丫呢，已经确定了这种恋爱关系了。我爱她，她也爱我。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故意伤害我。我倒要看看你们俩最后能不能在一起。崔健，还有刚模特身上男一件都拿这个小姐的尺码。好男，哎，你发财吧。好奇怪呀，我又没说要买衣服。我给你买，这点钱我还是有的。我干嘛让你给我买衣服啊？我又不是没钱。小姐，要不要进去里面试一下衣服啊？我不是，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要。不要，直接包起来吧。好的。啊，给我杯咖啡。你装什么土豪啊？假不假啊？先生，您的咖啡，衣服给您打包好了。谢谢，放着吧。没什么意思，跟你正式介绍一下，王丫丫，我的女朋友。我是不会相信的。相不相信那是你的事。来，刘火，我知道你为了惩罚我，可是你也没有必要为了我随便找一个女人故意来气我吧。哎呀，逛了一天累了，渴不渴？我不渴。哦，服务员，来杯橙汁。不要。不要。刘火，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，我说过我是不会相亲的。随你怎么想吧，我今天主要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不要再发什么微信或者什么联系我什么的，多尴尬。刘火，别这样好吗？我们在一起7年了，我对你怎么样，对我们的感情怎么样，你是知道的呀。我知道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我这样做，我也是为了我啊。